网铺魔道祖师作者莫香彤臭被抓，晋江文学城尚未收到消息。近日网上有人曝光说魔道祖师原著作者莫香彤臭因为制售约书刊被警方逮捕，并且还晒出了一张新闻的截图。除了这名网友的爆料以外，很多网友也对这个新闻中的袁某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不少人认为袁某某就是魔道祖师的作者莫香彤臭，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这条消息是一个谣言。还有人询问了晋江文学城的客服这件事的真实性，对此晋江文学城的客服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相关消息，请勿听信谣言。莫香彤臭被抓这件事暂时还没有官方的消息证实或者辟谣，不过相信不久之后这件事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